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，那在比赛的过程真的也是格外紧张，比起之前的国际赛，那感觉真的是很不一样。但这次很让我开心的是，我们拿下这面奖牌以外，那也让拳击这个项目让全台湾的人民关注到，也很开心全国人民为我加油，让我是很感动，让我觉得自己场上是充满力量的。因为刚好今天是父亲节，那得到这面奖牌，除了想送给我的爸爸，那也想献给我的教练，他也是我第二个父亲，就想预祝他们是父亲节快乐。就是今天是八月八号嘛，然后爸爸有来，爸爸很早就来，他今天很早就来，对，然后父亲节快乐，爸爸。对，然后我想要说就是爱你，就是其实家人对我来讲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常常受伤爸爸妈妈其实都很心疼我，然后但是他们都舍不得说出口，然后也是一直很努力的在帮我加油，然后也让我可以放手去追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所以成就了今天的我，所以我爱你们，爱你。我觉得我努力就是这么努力，我想要就是献给所有支持我的人，然后我想要让他们觉得为我感到很骄傲这样，然后同时为拼尽全力这样子。我其实一直希望有一天可以让更多人看到这项运动，在未来我也会继续朝这个方向前进，然后让空手道可以在台湾继续发光发热。